好的，请坐。同学们，有一种画轴，且细且长，静静垂于厅堂之侧。它不与那些巨幅大作比气势、争地位，却以自己特有的淡雅高洁使人喜爱。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就垂着这样的两轴精品，这就是宋代苏东坡的《寄承天寺夜游》，以及明朝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这段文字选自梁衡《秋月冬雪》两轴画中。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来学习其中的一轴精品，那就是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啊，那么我们说学习文言文啊，朗读非常的重要。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啊，看来读书诵读对于理解文章的意蕴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下面呢，我们就来读一读这篇文章。老师提两个最最简单的、最最小的要求啊，要求你们读准字音，读准停顿。好，我把停顿啊全部都标志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元丰六年起。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同学们读得太棒了，字音准确，停顿也很到位啊。但是我们说朗读文言文，光光读准字音，光光读出停顿，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读出情味来，是吧？如何读出情味？那就要建立在你对文章内容的一个了解的基础上。课前呢，我要求同学们先去做好了一个预习，对不对？把全文给怎么样啦，翻译了一下。老师来检查一下啊，同学们的啊自学的这个成果，几个重要的字词，老师用红色的这个字体把它给标示出来，你能答出来吗？看一下，哪位同学愿意来说一说？刘正义，来。月色入户的户，户是指门。是指门，你勾连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文章中有没有也提到户是门这个意思的？提示你一下，木兰诗中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好的，坐下。还有吗？还有没有哪篇课文中啊？杜小宛，何户起妾取书啊？赵朴中的，是不是啊？何户起妾取书，门。下一个，曲天辰，这里的念是想到的意思。想到，我们有个词想念，想念，其实想就是念的意思呀，是不是啊？好，继续。下一题，下一家。这个意是也的意思。也，人群俱往中也有一句，月余亦总，是不是啊？也。坐下，下一个。相与不于中庭，相与，相与是一个词，同学们不要把它分开来解读啊。何书静。相与是一起的。一起呀、啊，共同啊，对吧？好的，坐下。积水空明，空明怎么理解呀、啊？空明，沈心怡。空明是清澈透明。清澈透明，形容水是吧？清澈透明，对不对啊？即水空明。好，下一个，水中藻荇交横。下好。交错纵横。交错纵横，说的多好呀！但少闲人，如吾两人折耳。但，但字。杜小宛。但字意思是指示。啊，指啊。只是啊，对不对？耳放在句尾，
你来说看。耳应该表示的是罢了，是一种语气助词。啊，罢了，语气助词，很好，坐下。这里呢还有一个盖，盖竹柏营也，同学们，盖竹柏营也，皇上。盖是原来是的意思。原来是，你能联系前文吗？有一篇又是记去，盖亦癞蛤蟆也。盖亦癞蛤蟆也，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呀，是吧？是不是啊？很好，非常好啊，请坐。看来同学们对于文章内容的这个解读还是比较的到位的，是吧？好，我们有一个词，不知道同学听过没有？言为心声。什么叫言为心声啊？就是说作者写文章，他是为了通过他的文字来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感。所以我们一直有句话叫做文字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力量的，是不是啊？我们就以这第一段为例，通过这第一段，同学们来看一看这一段文字中哪些字词、哪些句子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作者怎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态呢？看一下啊，张朝科很好啊，今天张朝科举手。嗯，却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好，你要解读的是哪一处？解衣欲睡。嗯，这里写的是作者就是想要睡觉了。嗯，写出作者当时是缺少知己。你了解当时作者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吗？他是被贬谪到黄州的。对，我们注解中有，对吧？对于苏轼的一段小小的介绍，当时他是贬官，贬谪到黄州啊，担任一个团练副使，有职无权，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解衣欲睡，你感觉到了一种怎样的情绪？作者当时很愁苦，很愁苦，愁苦源自于什么呢？没有知己，没有知己，没有朋友相伴。但是的哈，我们通过以前文字的一些学习啊，水调歌头还记得吗？其实苏轼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热闹的一个人。水调歌头中有一段小序，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是不是啊？他喝酒可以喝整个的什么一晚上，跟朋友畅饮，是吧？欢歌畅饮，多么喜欢热闹的一个人。然后此时呢，还有朋友与他联络吗？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还有朋友来找他聊聊天、喝喝酒，有没有？没有。他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怎么样啊？孤寂，多么的惆怅，多么的落寞，是不是啊？通过他的动作来表现出来，很好。好，举手，你来。怀民意未起。嗯。从意字看出，当苏轼苏轼欣然起行到承天寺找到张怀民之后，看见怀民也没有睡觉，有一丝淡淡的窃喜。啊，为什么淡淡的窃喜呢？因为作者想到终于有一个人可以与他共在庭院中赏月。为什么怀民没有睡能够陪他赏月他就窃喜了呢？因为此时作者被贬黄州，没有知己，没有朋友。大家看啊，在这里怀民意未请，这个意字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喜悦，是不是啊？这种喜悦绝不仅仅只是因为怀民没有睡，而是他通过怀民没有睡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觉得怀民是自己的什么知己？知己，也许怀民正在等着我去找他，也许怀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也睡不着觉，也想有一个人来陪他什么赏赏月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月意喜悦就喜悦在找到了知己，心灵相通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啊？非常好，请坐。还有吗？继续。侯淑静。从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这里的欣然直接写出作者当时的喜悦。他喜悦是因为这个月色入户，这
这个把月色入字可以译为渐入的意思，嗯，就是把月色拟人化，哎，拟人化了，那就是作者的家门，哎，就是从以前学的《水调歌头》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苏轼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赏月的人，太对了，是吧？现在这个月亮，他自己正在他心情正是愁苦落寞的时候，对，这个月亮仿佛是他的知己一般，对，家门来陪伴，对呀。太对了，是吧？这个月亮好像是通人性的一般，知道我此时正愁苦着，知道我此时正烦闷着，对不对啊？来陪陪我，来安慰我，是吗？很好，写的多么有情有义的月色。好，继续，还有没有呢？卢平，念无与乐者，可以看出作者心中十分的遗憾，没有人可以和他一起游玩。嗯，一种遗憾的，你想想看啊，想要找个朋友与我一起赏月，居然还要思考一下，实在是朋友寥落，对不对？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没有朋友，惆怅的，怅然若失，是不是啊？怅然若失。好，坐下，还有没有？继续啊，杜小婉，好。嗯，岁至沉烟似寻章怀。好，嗯。就是表达了那个作者没有一丝停顿，直接去寻找张怀民。哪个字词看出的啊？没有什么停顿，马上就想到了张怀民，是吧？好，嗯。嗯，表达了，体现了作者对张怀民的看重。看重。他觉得张怀民此时啊是能够陪我一起看月亮的，是不是啊？赏月的。啊，坐下。张怀民那时候啊，其实他的境遇，他的心境跟苏轼是差不多的。他呢也是被贬官，贬着到黄州这个地方啊，并且呢就居住在这个承天寺里边，所以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所以苏轼视他为是什么知己，遂至承天寺，只想到了张怀民，对不对啊？多么的看重这样的一个知心朋友。好，继续。先生。岁至沉天寺寻张怀民。嗯。这边一个岁字写出了作者那种急切的心情。嗯。说明作者想到张怀民和自己一样，是张怀民和是自己的知己。嗯、哎，急切的心情，你说的，是吧？除了这个岁，还有哪个字最能够体现？寻找，马上要找到他，对吧？急切的心情。好，坐下。还有吗？还有没有分析啦？啊，侯淑静还有，嗯，最后一句相与不与中庭，嗯，这里的相与还有不字可以翻译为散步，嗯，这时候的相与一同，在作者找到张怀民之后，他和张怀民一起在中庭散步，就是体现出当时作者心中那种惬意的感觉，啊，惬意的，啊，从容的，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步翻译成散步、漫步。我们能不能与欣然起行的行相互调换？为什么？因为欣然起行它是有一种急切的，行字有一种急切的。哎，但是步它是当时很悠闲，很悠闲惬意、从容淡定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啊？非常好，不能够互换。啊，同学们，你们的分析很到位，你们真是苏轼的知己，都能够做苏轼的知己啊！来看一下这段文字，短短几句话，流露出的心情却是如此的复杂。解衣欲睡，那种沉闷之感，对吧？看到月色，欣然起行，欣喜之情；想到没有与我同乐的人，又陷入了怅惘之中。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多么的急切！想要寻到自己的知己，见到怀民意未尽，心心相惜，心灵相通的朋友，这是多么的让人欣慰。与好朋友相与不与中庭，从容淡定，温馨的一幅画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是吧？大家看老师这样的一条曲线，说明他的心情是不断的在怎么样变化的，对不对？情绪它是曲折的，心情它是变化的，对吗？对不对？嗯，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啊，观察得很仔细，啊，与张怀民他的好朋友漫步亭中，
苏轼这位诗人用他的慧眼又看到了怎样的一幅景色呢？同学们，哪一段文字告诉我们了他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一起来读。亭下如金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营也。通过对文句的翻译，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写景的文字中，作者着重刻画的最主要的景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说，最主要的景物，月色嘛，对不对？你能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他笔下的这个月色的特点吗？来，形容词李波，来，说说看。皎洁。皎洁的，对吧？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容词啦？张一佳。嗯，它的月色是，就像他说的金水空明一样。嗯。清澈透明。清澈的、透明的、空灵的，是不是啊？好的，坐下。还有吗？还有哪些形容词可以形容它？张子涵。澄澈的，是不是啊？非常明亮的、皎洁的、空灵的、澄澈的，都可以去形容这一弯月色，这一片月光，对吗？对不对？来思考一下啊，同学们，作者他又是通过哪些方法把这样的一个空灵的、皎洁明亮的月光世界给营造出来的？用了哪些方法？通过读这段文字，请你来说一说看，哪些方法？思考一下啊，杨文川来说看。用侧面描写的侧面描写，侧面烘托，啊，哪里看出来了？侧面描写。嗯，通过作者从水中看到，竹子柏树的影子，看出水的清澈，侧面烘托出月色的皎洁。嗯，水中藻荇交横，他写到，这个积水里边，水草和荇菜的影子交叉错杂，是不是啊？气质是什么？清澈。其实这是在描写什么？这真的是水草吗？不是。是什么？竹柏的影子。竹柏的影子如此的清晰可辨，对不对啊？其实是从侧面烘托了月光的什么皎洁。太好了啊，侧面烘托的手法哈。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说，张乔科。比喻的手法。比喻的修辞手法。嗯。亭下如积水空明。嗯。自己把庭院洒满月光，然后比作成庭院里积水空明。写出了月色的清澈透明。清澈透明，对不对？这里你看，把月光啊比作像一池春水一般，除了写出了月光的清澈透明。一池春水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啊？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很平静，对不对？静静的月光洒入了我们的心田了，是不是啊？好的，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这里除了比喻，还有一种写作手法的运用。想想看，他写这样的一片积水空明的月色，你能够感受到当时作者的那种心情吗？心情是很平静。也很平静的。他把它比喻作是一池春水一般，对不对啊？可见作者与张怀民漫步庭院里那心情该是多么的恬淡、舒适、安宁啊，对不对？好，这种手法叫做借景抒情。借景寓情于景的写法。对不对啊？非常的好，请坐。还有没有呢，同学们？乐以恒。我觉得这里还运用了动静结合。哦，动静结合。写出了月光在庭院里如同积水一般，是一个静景。然后水中藻荇交横，是一个动景。对。这样子更能让作者描述的这幅景象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更为生动。对不对？特别是后面的水中藻荇交横，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微风拂过那个竹柏的影子随风摇曳的这种美丽的身姿啦，是不是啊？好，动静结合，太棒。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法的运用？来，写景，还有吗？
还有没有啦？啊，没有了。那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啊，非常的不错。啊，下面呢，请同学们闭上你的眼睛。我们在脑海中把这样的一幅月光世界啊，想象一下，发挥你的想象。它是这么的美妙，这么的美好。然后睁开眼睛，用你最美妙的语言把这样的一幅画面描写出来，就写在我们的讲义纸上。老师开了个头啊，月夜如画，你看，你看到了什么呢？你想到了什么呢？好，写一写。我看同学们写的差不多了，没有写好也没关系啊。现在呢，请同学们停笔。哪位同学愿意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文字？你笔下的月光世界是怎样的？哪位同学也来分享一下？张雨佳。月夜如画，你看那月下庭院仿佛积满了雨水般透亮，水中好像还有几缕浮动的水草。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在微风中摇曳的翠竹与松柏林。眼前满是朦胧的月色，沉浸在其中，仿佛自己也化身成了水中的鱼儿，感受这一池月光的美好。月色引人醉，竹柏映空池，那些忙碌于世俗之人怎能享受这一份美好佳色？月色醉人啊，是不是啊？完全的沉浸于其中了，非常好。请坐，还有吗？我知道房唱的文字非常的优美，来读一读你的文字。月夜如画，你看那皎洁的月光洒在庭院里，似乎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纱，多了一份朦胧，多了一份诗意。脚前一泓清潭，明亮如镜，平静的没有点点波纹。晚风拂面，带来一丝凉意，水中的藻荇纵横交错，随着微风轻摆，水面却没有一丝荡起涟漪。抬头一看，才发觉那美丽的藻荇原来是竹柏清秀的影子啊。啊，非常好。在你的文字中，请坐啊，我读到了月光的这种质地像银沙，对不对啊？我还感受到了月光的温度，清冷的，是吧？清冷的月色，多么美妙的文字啊。来，曲天成，把你的文字来读一读。月夜如画，你看银白色的月光如水般泻在庭院中，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黑银两色。朴素而又美好，绚丽而又平静。微风拂过，竹柏微微晃动，发出沙沙声。然后你写好，没有写好了，那调动了感官来写景，使人如临其境。侯书静，来读一读。太好了，那荡漾着的涟漪仿佛是作者心中的那一份什么恬淡舒适的情怀，是不是啊？好的，我们说在这段文字中他没有写到一个月字，但是却处处都在写月色，所以啊，历来被人称为是写月色的神品啊，确实非常的美妙。那么卢老师啊，斗胆把这一段文字中的一个字改一改，盖竹柏营也改成是竹柏营也。同学们来感受一下看，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改的好不好？不好。啊？不好。我改的不好啊，你真是不给老师面子的啊。改的不好，不好在哪里？是吧？或者你也可以说一说盖竹柏营也这个盖好在何处啊，对吧？思考一下啊。然后同学也来先说来。盖字的意思是原来、原来是的意思。哎，
是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嗯，然后这表示了作者怎么就惊奇了呢？我打断你一下。因为作者这能表现出作者沉溺在月光之中，并没有发现这水草是由竹柏影所形成的啊，是他之后才看到了这原来是竹柏的影子，有一种怎么样恍然大悟的一种惊喜感就出来了，对不对？刚才说沉溺，换一个词，沉醉沉浸都可以，对不对？好的，他读出了这个盖字，有一种沉醉于其中的情感，对吧？有一种喜悦，恍然大悟之后的一种喜悦之情，大家读出来了没有？读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把这种沉醉，把这种喜悦的情感送入到文字中，一起来读一读啊。停下，开始。停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飘门，盖竹柏影也。好的，苏轼看着如此空明澄澈摇曳生姿的美丽月色，他的内心又涌起了怎样的情愫呢？又想到了什么呢？同学们，哪段文字是能够表达他情感的？一起来读。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关注这一段文字，同学们，透过文字来解读作者的心情，言为心声，对不对？在这段文字中，哪一个词最能够抒发作者复杂的感情？你觉得哪一个词呢最能够抒发作者复杂的感情？闲人啊，同学们都知道是哪个词啊？闲人。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闲人啊，请你结合前文，这篇文章总共就84个字，是不是啊？关注前文来说一说，闲人二字中流露出作者哪些情味在里边，哪些人生的况味在里边？思考啊，闲人二字。想好了就举手，举手回答。刘正一。闲人当时作者是被贬黄州，而做了一个有职无权的人，所以闲人这我闲人表达是作者当时十分清闲，没有公务，没有压力，然后呢是一种十分自在的状态，一种悠闲自得的啊，清闲之人，悠闲之人，是不是啊？他的悠闲，你从哪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但少闲人如两人折啊，你觉得直接就是表达了悠闲，对不对？在前文中有没有？前面的文字中有没有表现他的一种悠闲的、从容的、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相遇不于中庭。相遇不于中庭，对不对？还有哪一处？也是的。还有是欣然起行，就是高兴的心情，是不是啊？哎，悠闲的、闲适的心情、心境从哪里啊？刚才我们有一处讲到的寓情于景，哪一处？停下如积水空明。停下如积水。孔明他把月色比作是一汪平静的春水，心中十分的平静，恬淡闲适的这种情感就表露无遗了。是的，很好，请坐。闲人啊，是指无事可干的清闲之人，有一种落寞之感在里边，对不对？又指有这种闲情雅致来欣赏月色的这种悠闲之人，还有没有其他的解读呢？老师投影一段他当时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当时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这个几次面临砍头之险，出狱之后啊，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职，实际上呢，是以戴罪之人的身份被闲置在黄州，近乎于流放。张怀民当时也被贬谪黄州啊，住在城南的承天寺，通过对诗人苏轼当时的一种生活经历的了解，请你来说一说这个闲人中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况味生活的人生况味在里边哈，情感在里边。读下完。作者是吴世格干，然后作者，因为吴世格干那个被贬黄州，而感到悲凉和无奈。一种悲伤、悲凉，那很无奈，对不对？被贬谪的悲凉和无奈，非常好。同学们的解读很到位啊！来关注一下，作者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面对美丽的月色，他发问了，他问道：何也无月，何处无竹柏？在句式上它属于反问，是不是啊？他在问谁？他在问谁？哪个夜晚没有月亮？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他在问谁？他在问谁？你来说看。我觉得他在问那些追名逐利的世子之人。为什么这么解读？因为士族之人为了追名逐利是不会看到这么美丽的美景的，他也他们没有那个欣赏美的他们没有欣赏美的眼睛啊。其实这两个反问句他没有讲完，对不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后面请你补充上一段文字。我觉得应该是何处无美景。为什么何处无美景呢？因为这两句其实是会有一些天数是没有月亮的，也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竹柏，这些应该都代指的是一种是美景。多好，你看，确实有的夜晚会没有月亮，有的地方确实没有竹子和柏树，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月亮也好，竹柏也好，其实代指的是生活中的什么美的事物，美景，对不对？对不对？好的，非常好啊。所以他的发问的人向谁发问？向世俗之人，对不对？生活中美景处处都有，世俗之人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看不到呢？是吧？只有像我们这两个不汲汲于名利的闲人才能欣赏着美好的月色呀，对不对？坐下思考，为什么世俗之人他不能欣赏到美景？大自然是公平的，对吧？他展现给每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却无法看见？世俗之人为什么看不见呢？春花合一来回答一下看。因为他们为了追名逐利，就没有时间去欣赏。你觉得他没有时间？他的时间、他的精力都怎么样？都放在追名逐利上了，是不是啊？好的，坐下。有没有不同的观点？有没有不同的观点？再次思考一下，看还有没有更深入一点的，是不是啊？侯书记。我觉得刚才黄老师说的只仅仅是一方面的。主要的是他们这些世俗之人缺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那种去观赏美景的高雅心态。对，你要观赏这个美景有时间还不够，你还要有一双能够欣赏美的慧眼，当然还要有一种清新脱俗的雅致的一种什么心境，对不对？这些都是世俗之人所无法什么具备的。那么谁有这一双慧眼？谁有这一种心境啊？苏轼和张怀，他们都是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对不对？好的，坐下。通过两者之间，大家看啊，世人无法欣赏美景，苏轼和张怀民虽被贬官，但是却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一个什么对比？你再来感受一下“闲人”二字又有哪些情味在里边？还有哪些情味在里边？
还有哪些情味在里边？思考一下看。夏豪。嗯，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对那些世俗之人的嘲笑与讽刺。嘲笑与讽刺，对不对？好的，坐下。还有吗？还有没有？皇上。还有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豁达的、乐观的一种人生态度。没有名，没有利，仕途受损，又有何妨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月夜里，我能够与知心的好友张怀民并肩在庭院中漫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人生什么无憾，是不是啊？人生无憾，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情怀在里面，对不对？好的，很好啊，坐下。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里边？继续体味。我觉得是有一种怅然自豪的一种感觉。自豪，对不对啊？我是闲人，我自豪。正因为我是闲人，所以我有机会看到美景，有一种满足，有一种自豪，是不是啊？同学们的感受非常的到位啊，非常好。随遇安安，淡泊名利的情致，能够从容欣赏美景的这种满足和自豪，非常好。那么我们说一个闲字饱含了作者几多的感慨，几多的无奈，几多的欣喜，几多的豁达。苏轼这一生呢，颠沛流离，多次被贬谪，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生活怎么样折磨他，无论生活怎么把他推到人生的谷底，他都能仰望星空。这从他的文字中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在一些诗词中都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情怀。当他贬官黄州，看兰溪溪水溪流的时候，他写道，我们一起来读啊，谁道开始。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长黄金。当贬官惠州，流放蛮荒之地，他自得其乐，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哎，这个字读得很好，日啖。啊，吃的意思哈。遍观儋州，他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开始。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鸟忙。哎，太好了，同学们。啊，同学们说的真好。说来也非常的巧，今天是农历的10月12日，就是在今天。在932年前的今天，苏轼写下了这篇文字。这篇文字美不美？啊，有人说美，其实老师觉得呀，你说它竹柏美吗？你说它月色美吗？或许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竹柏，或许与我们今晚看到的月色也差不多吧。为什么苏轼他就能够从这样平凡的景物中看到美景呢？对不对？结合咱们的第三段，请你来说一说苏轼他面对生活的态度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的启示。苏轼的一生啊，跌宕起伏，是不是啊？哎，尝尽人间的冷暖，备受挫折，但他又是怎样去面对的，对吧？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启示？哎，两位同学一来，自告奋勇的哈，自告奋勇的来说一说。好，杜小伟，很好。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先用一个欣赏欣赏美的眼睛，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有一颗积极，要有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好的，你说到了要有一颗欣赏美的
眼睛又有一双慧眼，对不对啊？去欣赏生活中的美丽的景色。非常好，我们套用苏轼啊，借用苏轼的一段文字，这样苏轼曾经说过：“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什么意思啊？大自然中的一切景物没有固定的主人，如果你懂得欣赏它，如果你有一双慧眼，你就是大自然的主人，对吧？啊，我看我们班同学啊，个个都有一双慧眼。还有哪些体会呢？张小柯，苏轼他的一生很艰苦，但是并没有阻止他热爱生活的那颗心。所以我们也要不断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也要热爱生活。套用现在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呀，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怎么如初恋，对不对？当然这是比较通俗的啦。如果我们换用一句然后文绉绉的话啊，借用鲁迅的一段文字：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相信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位生活中的强者，生活中的勇士。大家认同吗？认同吗？哎，非常好，请坐。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了？没有啦。刚才杜小婉你说的第二点老师没听清楚，你再把它说一说看。不管面对什么困难都要抱有一颗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啊，都要抱有一颗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要想得开一点，要豁达一点，是不是啊？哎，这一段话放在苏轼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他在很多的啊这种诗词中啊，都表达出了他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豁达旷达的一种态度。那一蓑衣羽任平生，一种豁达之情，也无风雨也无晴，一种淡然之味。说的多好，是不是啊？同学们的感受多么的细腻，苏轼的文字多么的美好。这么美的文字，如果我们不把它背下来，简直是太辜负苏轼了啊！但是大家不要急啊，咱们呢背书也有一些方法，老师教大家一些方式。怎么背书呢？分层次抓关键字。文章分为三层：叙述、写景和抒情三段文字，对不对？你背下来，脑子中想到啊，哪三层，对不对啊？好，抓关键字，哪些字词能够表现作者的心境？哪些字词是一句句子中的重点？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就能够流畅的背下来了。我们试一试，好不好？来，元丰开始。元丰六年10月12日，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今天同学们的表现很棒，那感谢大家这一节课的陪伴。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